南北对抗赛第三轮的精彩对局，双方形成一个对兵局。红方选择马二进一，一方走平锋马，红方起横车，黑方卒九进一。那以往红方一般都走象七进五。值得一提，黑方也可以飞象，等红方车一平四，再车九进三。或者对兵活马，在20年的排位赛，这两位还演绎过这个变化，结果何其！那时隔3年，老王也是为这布局的家庭作业煞费苦心，准备了一道精彩炮八平九，准备强行出动做车。吕帅一看，顺势先出车。一下车九平八，黑方急冲边卒，为了抢占棋和线，进行反击。红方补象，黑方进炮封车，红方平车占领，黑方平边炮，瞄住红方的边马。问你慌不慌？但王特选择将计就计，退底炮，准备平炮打车。吕帅也不客气。进炮打马，红方飞象，黑方车吃象，还捉着中象，所以红方跃马盘儿，下一步威胁车四进六着双，黑方补象，红方再炮二进七，含蓄有力，瞄住中象之外，也伏有进车捉马的手段，而黑方如随便补士，那马六进七。以后炮打中象，或者车四进五，再平车捉马，红方明显主动。我们回到棋局，所以说此时黑方正招，应该赶紧退车捉炮。值得一提，同时为马生根，红方如炮二退一，黑方可以考虑马七进八，准备进马踩兵，必要时士六进五。红方少一象也不一定便宜，但实战当中，吕帅可能是上面有想法，但下面没办法，选择平车捉炮，却是一步小漏招。老王也毫不犹豫，boom，弃炮打象，石破天惊。吕帅才意识到，如果飞象踩炮，红方车四进六，非常严厉。比如说马七进八，那红方平车吃象，不仅能破双象，还能得回一子。黑方如随手马三退五，那炮打边兵，下一步再炮打中卒，适当时马六进七，红方攻势凌厉。所以实战当中，公园老头也很无奈，确实不好动。最后选择车八退六，也是苦肉计。红方如进车捉马，那也只能马七进八、马八进七这么一个思路。实战王特先炮五平六，保留进车的手段。黑方只好补士，红方退炮，黑方在进车过河，准备抢占兵临线。红方平车保住，黑方强挺中卒，准备退车捉炮，以后伺机跳马。但老王不为所动，进马踩卒，随时准备兵七进一和炮打边兵。红方已经明显主动，一下黑方退车捉炮，红方平车保炮，黑方跃马盘河，红方兵七进一，为马生根，黑方也只能孤注一掷了。进马踩兵，红方借作炮打边兵，瞄着黑车。如果不马踩炮的话，红方以后还附有沉底炮牵住黑车，非常严厉。所以实战，马三进一，炮九进四，车八进四。我们来到一个关键点。此时，
红方车马炮已经潜伏攻势，比较连贯的招法可以考虑马七进六咬黑车，不管你车怎么动，比如说进一步，红方都伏有沉底炮在挂角马叫将的手段。黑方首先不能车二平六，因为红方直接伏有连将杀，所以说这个棋黑方只能上将，红方可以车杀底士。每当车八平五吃象，则士六进五，黑方完全没有后续。当然马宰相也不成立，因为红方仍然威胁连将杀。好，那就算黑方选择最顽强的飞象，红方也是攻势凌厉，下一步威胁马五进三之外，必要时士六进五，在车八平六也是攻守兼备。我们回到实战，老王并没有选择马七进六，可能有点顾忌中象脱根的问题，所以选择退象，看似稳健，但黑方也不是公园老头，一招马入牛角，手法微妙，准备挂角马叫将，针对红车，同时妙用引离战术，比如说车六平三，那黑方可以考虑车二进六，做无根中兵，红方来不及防守，而每当红方补士，比如说士六进五，类似局面下，一方都伏有炮二平五、闪将、抽吃红车的手段，所以实战农民也不敢轻举妄动，选择马七退五，准备全身而退，确保多兵的优势。但由于错失了马七进六破门入车的可能性，也是埋下了伏笔。我们往下看，黑方接走补象，红方马五退七咬炮，黑方挂角马一将，等红方车六平四，再马六退四，快马飞刀果然名不虚传。红方首先不敢冲兵，因为车八平五，这招棋叫做釜底抽薪，等红方补士，再车二进五捉红马，伺机车二平七捉红象，黑棋反而主动。另外红方如果说比较怂，回马踩炮，那对完之后正常发展，红方虽然暂时多兵，但黑方马四退三或者车八平五也能吃回一个，而且保留车马卒也是完全可笑。所以实战当中，外星人为了保留一些牵制，选择的是平车捉马，等于弃兵，再炮九平一。什么意图呢？随时准备沉底炮，争取拖住一方的双车。但吕帅也很果断，进车捉马，逼红方表态。如马踩炮，那同样会形成车马对车炮的残棋。但王特也深知隐而不发的道理，所以他选择一招马后藏车。什么意图呢？就是引诱黑方冲卒之类的，然后通过大交换偷吃黑马。但很遗憾，吕青不是公园老头，当然没有上当。他选择士五进四，先避开沉底炮的锋芒。那红方选择退炮打马，再度诱敌深入。我们简单演示一下，那红方伏有类似之前的连续手段。好，我们回到实战，当然黑方如果稳健，完全可以考虑士六进五巩固阵型，但我们的小吕飞刀就是不愿意让黑马被对掉，所以选择马三退五，伺机马五进四，马四进二，
但红方顺势马七进入，憋住，也是针锋相对。黑方补士，红方在马五进七，形成咬双，也从而寻求到了突破的机会。我们来看，黑方居二进一，红方果断马踩象，威胁沉底居一将。那黑方选择居二平五一将，等红方补士再撑士，准备上将捉红马这么一个思路，看似能解围，但天一早已神谋远虑，居八平六，威胁居吃士叫杀。我们简单的演示一下，比如说居五平一，那发展下去，红方可以捷卒先登，黑方已经难以防守，也来不及抽将，因为红方富有连将妙杀。好，回到实战，另外黑方显然也不能退士，因为红方沉底车基本上要绝杀，所以实战当中吕帅也很无奈，他最后选择车八退一，形成霸王车，争取对调红车。我们来到一个关键点，如果你有想到先沉底车一将，好，那恭喜你有公园老头以上的水平，妙用过门战术，这棋黑方就没有办法车五平三对车了，因为红方底车就多了一招车七平八，威胁车吃炮之外，也富有车八退一，在车六进而杀棋。黑方就算点两将来进行骚扰，最终也至少要丢炮来解杀。但实战当中，老王很遗憾，没有先沉底车，选择直接车吃士。那吕帅一看，赶紧车五平三，摇对红车。现在区别就是，红车是个低头车。如果说车七平六，为了避开对车，那黑方点两将之后，反而准备解杀还杀的妙手。当然来不及炮二进二，但车三退九，回车救驾，下一步沉底炮闷攻，红方基本上很难解。所以实战当中，天一也不敢轻举妄动，选择对车，保留多士和多象的物质优势。那以下红方出帅助攻，黑方炮二平八，准备沉底车进行骚扰。红方退车捉马，黑方马五进六，红方在平车腰对，争取简化。但吕帅显然不肯，退车再捉，然后马六进八，先手咬炮，以后准备卧槽马攻杀，相当严厉。但农民也是临危不乱，残炮归家，心里这么想，我下一步退车捉炮，北方队今晚请我吃鸡腿。但没有想到，爆，吕帅突然来一招虎口现炮，红方却显然不吃，否则卧槽马是杀棋，所以实战四五进六，黑方接走卧槽马一将，红方上帅，这棋不怕黑方炮五平二。值得一提，因为车五平二捉炮，如马七推六，红方可以平帅五平四，四鸡是四进五，以后必要时炮一平四或者平五，红方也是占优。所以实战吕帅也没有平炮，他选择一招回头望月，准备马七推六，同时捉着红士。红方出帅也走得非常老练，要威胁车吃炮了，一方退马保炮，红方在补士巩固阵型，必要时准备退帅。一方果断车四进三，准备平车寻求最后的反击，以下炮一平四，车四平九，
红方车五平二，防止黑方马八马六进八，同时准备马四进五，形成车马冷招。那么女帅接走车九平八，摇对车，一下马四进五叫将，黑方平中将，马五进七，黑方上将，红方再回马一将，那以上马四进五，马五进七，马七退六。果然平淡中见功力，女帅一看，每当车五平六，一车要白丢。如果说下将，红方马才是，基本上形成绝杀无解。那另外，如果说将五平四呢，一样马才是，红方基本上胜定。好，我们回到实战。所以说，羽帅此时索性上三楼王，果然艺高人胆大。当然，实际上也不成立。我们来看，红方最简单的走法就是车二平四，叫杀。A 方如马六进八，那下帅还是威胁车四进一杀棋，或者车四平五吃炮。A 方如果出将，那红方可以马踩士，准备车四平六，再马四退五。A 方就算退炮，红方车四平七，威胁车七进一，基本上也是绝杀无解。但实战很遗憾，老王开始产生了胃疼的现象，没有走车二平四，选择马六进七，然后再形成一个侧面虎的攻势。下一步马九退七，也准备抽黑炮。红方连得奖感言都想好了，但吕帅却不为所动，他果断车八进三。他果断车八进三，一将再沉底车，可谓次序井然，也准备埋伏一些车马冷招。那我们来到了一个转折点。好，先看实战，王特选择的是马九退七，再回马踩炮，看似稳健，却低估了吕青埋伏的车马冷招。以下我们来欣赏平车之象，红方上帅，一方马六进八一将，红方只有电炮。一方顺势退车吃炮，形成一个拔黄马的杀势，配合车七退二，威胁连将杀。我们简单的演示一下。所以说实战，王特选择的是车五平六，在车六平二盯住黑马，但不料羽青早已深谋远虑，而且攻杀凌厉。进车一将，红方如下帅，车七进一是杀棋，所以只能上帅。黑方再 boom 再度形成拔黄马，准备车七平五绝杀。红方如果退底车，那车七退三，比如说这么一个变化，黑方也是胜定。好，那我们回到这盘棋的转折点。实战当中，红方随手马九退七是一步漏招，应该先走车五进三，缩小黑将的活动范围。下一步马九退七就更加严厉，比如说退士，就会形成典型的侧面虎绝杀。所以这个棋车五进三之后，黑方也只能车八平七。在车七平三死守，不过红方这编码的好处就是还有马九进八一将，黑方只能上将，红方可以在平车捉士，引诱黑方退士，再缩小黑将的活动范围。那这个棋发展下去，在对攻中，红方可以捷卒先登。